我叫李明阳，我是一名装甲兵，我的青春就是和这个铁甲猛虎做兄弟，汗流浃背的维护保养，帅气威武的驰骋沙场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叫徐孙瑞，我是一名一战女兵，我的青春是75厘米，还记得最开始一立一动的队列动作，从走齐步同手同脚到营区开放的飒爽英姿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叫张勇，我是一名狙击手，在我印象中，我觉得青春是火药的味道，我每一天都在激发子弹，在我成为枪王道路上，没有一颗子弹是无辜的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叫李海豪，我是一名舰艇操作兵，担负海巡时的驾驶任务，航道就是我的成长路，守望湘江就是我的青春，我为此感到自豪。我叫刘海源，我是一名护士，训练场就是我们绽放青春的地方，时刻守护着官兵们的健康和安全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叫魏晓东，我是一名飞行员，我的青春与战鹰相伴，每次巡航就像雄鹰一样翱翔在香港蓝天，守护着美丽的东方之珠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叫刘辉，是一名舰艇轮机兵，我的战位就是舰艇的心脏，舰艇由我保驾护航，航行的更远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叫武明帅，我是一名机务兵，我们与战鹰朝夕相处，虽然不能飞上蓝天，但是我没有解刀和扳手，奋战在维护保障的一线，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叫吴世华，我是一名炊事员，我们的站位很小，只能在3尺灶台前挥洒汗水，但是很重要，每个人都能保障战友们吃到香喷喷的饭菜，这就是我们火热的青春。我的青春无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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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青春无悔。我宣誓，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，宣誓人加油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，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